大佬，喂，我要揸支铁啊，大佬，我要睇啲人跳完先正，最紧要开心。Yo，what's up everybody？ 精神大家好 ，Faith TV 阿飞，咁今日咧就去到呢个锦上路呢边啦，咁啊去漂移啊，上一次嚟行披刺嗰个两兄弟哥哥，今日过嚟车我哋，而家搵紧路啊 ，Faith TV， 嗨 ，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平时咧睇完 F1 之后咧，就睇 F1 啲 channel 咧，咁呢个阿飞咧，我哋今日就喺个又系网友聚会啊，系啊，讲其实已经。讲咗成年，讲咗成年都冇机会，而家终于佢嚟到。GT 阿佬，潘涛，又系我哋啊，又系你啊，系系系，表弟啊呢个，表弟，佢系斗电单车，吓系格电，喺大陆斗全国赛咯，系啊，去欧洲玩赛车场，见识下，见识下 ，OK， 因为未漂过移，未漂过移，第一次嚟噶，祝佢漂下移。因為佢平時電單車多啦，又忙啦，好少同我哋漂移。而家佢得閒啦，可以漂移。有啲時間啦，咁今日我哋三個都係初嘗禁果喎，佢嚟。仲有我哋有個八六嘅台喺度。嗨，台你好。轉頭斟杯水俾你喎，要。你坐八六先定係 GTR 先啊？八六啊，試下上下山先啦。我哋去AGM 第一站，去啊場主嗰個寫嘢後工場。好。佢嗰度擺咗好多靚車嘅。係啊 ，OK。Andy 你好 ，Andy hello。哇！你個牌都叫八六嘅喎，係啊 ，ND 八六 ，ND 八六，哇，好有 feel 啊！幾多年啊呢部？哇！呢部好耐啦，呢個玩咗十年啦，十年啦，哇！你自己擁有都十年喎，係啊。开头灯啦吓，反上嚟，哇，好鬼得意啊，好型，基本上冇乜车系佢系呢个 feel 咯，真系好怀旧啊，八十年代喎呢个系嘛？八十年代系啊，呢个1984年，1984年，咁你呢部有冇个贴纸喺出面啊？有啊，喺呢边啊嘛，完全系中意 exactly 系佢嗰部嘅车。香港多唔多八六啊？香港大概30部左右啦。20部哇！因为我哋香港有个 E86 嘅，啊，里边有好多 member。哇！大開眼界，你睇呢個牆，呢個咧，我記得我之前我嚟去澳門嗰度嗰個牆咧，同呢個完全唔同。澳門嗰個係整車，呢度係擺啲靚車啊，上面坐啲咧，好似啲大佬 boss 嗰啲咧，打機啊，嗰啲槍 game， 哇，超多靚車喺度。日本專區啊！日本街專區，整個日本街。哇！係喎，你呢度係本身係有擺車，有改車，跟住又去打機，又做 gym 喎，見到係。係啊，上面自己玩 gym 房。呢個係俱樂部嚟㗎，呢個俱樂部嚟啊，係我係好多玩車人嘅夢想嚟嘅呢度。又咁啱得咁巧，有個咁嘅倉，之後幾班朋友一聚埋就搞掂。哇！真係正，即係冇乜嘢做得車。喂，喺門口啦，嚟緊啦。因為喺香港其實好難得會有咁大個位可以俾我哋做呢啲。哇！你哋有冇試過一班人一齊出車咁樣，即係揸 GDM 或者係自己啲人都有。哇！即係全部都係狂嘅時速嗰個 style 再自己砌嘅喎，都可以咁講嘅。呢部就更加罕有，係一架開逢嘅 S13。哇！呢個區係搞咩㗎？呢個區係做 coating 嘅，做好多美容啊、塗膜啊，甚至乎打蠟。美容部 ，Hello 美容部 ，Hello 你好。因為呢個就係一間。香港專賣啲卡式車啊，嗰間鋪頭好多嗰啲古靈精怪古董車啊，惡魔二石啊，甚至乎好多 JDM 行咗幾千公里嘅車都有，都係高買嘅嗰啲，都係高買。哇！即係嗰間鋪頭係古董車之王咁樣喎。係啊，真係好嘅珍品嚟嘅船。咁佢好關注我哋啊，一係就過嚟改裝下，一係就嚟做 coating， 甚至乎好多都係擺上 bid 網度拍賣緊。你都話好靚，真係好靚精品添喎。呢架其實係數碼佬十代半嘅 GVB 型嘅鋪。呢個其實係一個當地嘅數碼佬賽車 team 嘅簽名，一個人嘅簽名。大家第時近近地想同啲人有啲車友傾下偈咧，想做 coating 咧，過嚟呢邊啊，歡迎啊！
好，呢间铺咧叫 AGM 啊，咁大家有兴趣咧都过嚟呢边啊。同埋呢间铺咧，佢嘅烧喉啊，即系整喉咧系非常之叻嘅。呢度专做四喜喉噶嘛？系啊，呢、這个就系我哋主力做紧嘅四喜喉改装。我见你哋 logo 都系四喜喉噶喎。系啊，因为我哋真系做四喜喉。所以大家有兴趣改喉啊、整嘢咧，过嚟呢个 AGM 就专做四喜喉嘅。我哋 custom 嘅四喜喉需求都好大，同埋我哋最好就系俾人一个承诺，永久保用。我想问系呢度开几耐啊？呢度搬咗过嚟年岭度咯。年岭，年岭人都系。因为我哋改装咧，我哋呢度第一锦田啦，附近冇乜对应嘅即系铺头可以俾人行街。咁我哋就整咗 VIP 区咧，等啲客摆低部车。在上面看看戲唱戲啊，而家打機添仲係啊，好似 Jason 咁而家係啊，練緊漂移走咗上去打機都冇嘢我哋，係啊，差唔多咖啡啊，啲人吹水跟住坐喺度就飲咖啡。係啊，我買部咖啡機咁就自助飲咖啡，生意就唔做啊，總之。喂，呢個可以請個 DJ 過嚟打碟添喎，你睇。係啊係啊，你睇呢個個場，仲唔係請個 DJ 上嚟打碟？呢個真係開眼界，可以可以。你玩咗車幾耐啊？好細，好細你個玩啊，應該。我由好細個已經開始玩噶，一到十八歲就已經報車，知道自己考到牌就已經走咗落訂買車，中毒太深啊！誒，聽講係咪個漂移場都係你噶嘛？都係我哋嘅，係啊！我哋 AGM 同 MS 兩個一起搞嘅一個漂移，兩班好有熱誠嘅朋友，因為想喺香港將漂移呢個文化擴散帶出去。五到個字眼就係高消費，或者。要好多錢才玩到，最少是體驗到。因為我們現在搞了很多體驗班，其實價錢好，希望可以得到多些人認同，等我們可以再搞好一點，希望可以為香港帶多些氣息。是，我現在就在練習一下，在這裡準備練習的。幾好啊！你呢部可以感受一下個感覺先，再落場嘅，都好快啲啦。係最入門版嘅線喎，係嘛？應該去到最渣咯。所以我哋都 set 出嚟就好強調係用電競呢度咧教咗大家幾門功。好重要一樣嘢就一定係喺電競度學先好咧，因為我鎖喺你隔離，我唔會暈先，慳到好多車胎啊，慳到好多油。哦，係喎，消耗喎呢啲。漂移最消耗嘅嘢係車胎，車胎講緊每一條都幾千蚊啊。單嘅就係漂移會成日踩咗幾粒子可以滾波出嚟，咁你嘅左腳咧，你唔可以踩低幾粒子嘅時候咧，即係會令到自己用力用得好辛苦，咁呢個係最可能係其中一樣最基本嘅嘢。第二樣就係個踩盤會唔會離自己好近啊？咁其實可能將隻手伸直搭上個踩盤度，咁可能個手腕嗰位係掂到踩盤，當我開始去試漂移啦。我哋唔會不斷去搶下車，都會有停嘅一刻嘅。咁停嘅時候，可能我盡量唔好令架車死火。咁呢個時候就踩低幾粒子同比粒一齊踩。漂移最重要最重要嘅第一，你玩得開心。第二就係你個人唔可以太急。即係你一急咧，你所有動作就會好心無腳力。而家唔係喺架車度咧，而家係喺鋪先度咧，係想你建立多啲信心。今日可能 set 個短短嘅目標俾自己，做到咩程度？做到三圈先咯，今日。三圈其實都難㗎。如果都做到嘅話，都好勁㗎。係啊，細佬好有心機教我。OK 啦，呢個發現係中意，同埋呢度咧，你咁樣分析一下每一步驟咧，就係逐步逐步咁進步緊喎，好多。係，因為可能有啲人覺得漂移好難，或者覺得好似好難接觸咁樣，因為佢冇將一個動作斬得好仔細去逐樣去學。你斬得仔細啲，可以分清自己，坐邊度，邊步驟多啲少啲，哇，手腳都要協調，呢個係完全係另一個新嘢嚟喎，係。今次 GTR 佬同八六落山就冇得到啦，我哋直路爆佢，直路爆一爆佢。我要揸 GTR 佬，呢部三几啊？三十四啊 ！GTR Respect Two， 我每个人有一架 Dream Car 都真正自己想要嘅车嘅嗰刻系，你真系好难得嘅成个感觉。系，呢部就系啦。呢部系啊，因为细个打机咧，我咩车咩 game 咧都系揸 GTR 佬揸。哦。大佬好驚啊！係好有呢個遊戲嘅感覺，感受下街頭嘅感覺，而家係。
做你自己啦。好，你做你自己。因为多车。多车，夜啲先，夜啲先，夜啲先。哇！我哋嚟到啦，听到啲声啊，玩紧啦呢边，舒场个场超级大，睇下呢边。我去睇下啲人挑完先，正啊正啊正啊！喂飞，喂点啊？第一次过嚟，第一次过嚟 ，O K 啦，等睇你表演啦。我表演，我等睇你表演。讲呢啲，有冇试过之前？之前试过一次嘅，我成功咗一个半圈，半圈，系啊，睇下可唔可以今次做到三个圈 O K， 即系打定咗个底喎。系啊系。唉，我啱先练嗰个教练，我即系感受到，我惊死火啊嗰下。教紧漂移啊，教紧漂移。O K， 上堂上堂。你可以上车排队噶咯，而家到啦。睇过呢个啦。系啊，你哋排队要出咁样转圈。哦，两步嘅。张啊，点啊？紧啊而家。嚟啊吓！细佬好心机教我。先生，系啊，要放松我。放心啦，死火死火系好自然嘅事嚟。最紧要开心。系啊 ，Go。好紧张先。哇，好开心啊！终于体验到喺电脑玩同呢个玩嘅感觉，呢个好似实战有啲感觉啊！你 feel 到啲嘢啊嘛？迟啲摆个雪糕桶俾你。系啊，要啊，目标嚟先。依家咧，原来嗰度有水潭啊，太跣啦！我哋转头出出边嗰边咧，可以。OK， 好正。上次点啊？呢个上次，因为其实同埋上次好似围个墙好似再细啲。教练，头先我点啊？头先。你是有一步一步咁樣去試咯，即係由你開頭係 feel 到你咧有啲手腳係有啲亂嘅，跟住唔係好似停一停嘅時候個頭腦清晰翻，開始個人諗嘢已經諗緊試下反態啊，啊係啊係啊係啊，都係嗰句啦，俾個場地限制咗啱啱，我哋睇下會唔會一間去隔離嗰個大少少嘅場，咁樣應該可以再試到好啲啊，可以可以，我覺得暫時個進度樂觀，啱啱冇介紹我佢，呢個係曾師傅，真係，曾師傅係再早我，即係我都十零歲學漂移啊，佢再早我十幾歲啊，我十五歲啦。五岁，佢开始喺漂移，跟住又出国斗比赛。喺机缘巧合之下，我同我阿哥识咗佢啦。咁我嗰阵时就打机嘅啫嘛。咁我点样接触漂移咧？其实都系点样用好低嘅成本之下又可以接触到。因为我系行得早啲啦，咁样接触其实都几辛苦嘅。哇！你个师傅，呢个师公咯，而家哇，第三代咯，收唔收靓啊？即系好有用咗好多年经验去做佢做漂移车整备，我就识揸嘅啫，我唔识整嘅。我几识整添啊？呢个即系你哋玩啲玩具平时。搞不掂就交俾你了。我哋几个都是一 group 嘅，一 group 一齐齐嘅 ，set challenge 嘅。可以找他，如果香港有漂移车又不明嘅，冇。欢迎嚟到下面 IG。IG 有应该有，应该有。加翻啦，加翻啦。到时有啲咩车漂移坏嘅，交俾你。系，倾下偈都得啦，我觉得系。你多啲嚟，多啲嚟。超近咯，佢又掂我个掂我部机啦，系咪？哇，好难得转到一圈，阿飞今日三圈咯，三圈，唉、哎，都系屎忽撞棍啫，爽爽啊！我见你爽嗰下，嗰下系爽嘅，爽嘅，同埋开始知道，即系下一步，如果架车咁样嘅话，下一步应该要点样做啊？呢、這个今日享受真系非常之好，你当佢唔好揸车，你当佢玩紧第二样嘢得噶。精神啊！大家好，今日體驗到男人嘅浪漫，玩車最漂移。今日 thank you 木少兄弟啦 ，set challenge 啦，同埋場主。咁咧，大家有興趣佢玩漂移咧，歡迎過嚟錦田呢度嘅 HKGSA IG 喺度啊！大家有興趣都過嚟啦。如果想過嚟學習，揾一個好嘅老師過嚟漂移咧，大把歡迎 set challenge 玩車最緊要都係咩啊？開心。咁今日 thank you 大家啦，咁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